朝三太太，朝三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海特维克尼亚瓦蒂，我是印尼人，我今年44岁，我读书到中学，我算比较人，我结咗婚，我结咗婚但系婚礼，我有一个女，19岁，长两个仔。9岁到6岁，我以前是个做嘢喺阿拉伯四年，到喺香港5年，一个老板。我以前喺香港做照顾 BB， 同睇住细路，洗衫到衫，成日 OK， 买餸煮餸到送翻学。我希望太太同先生要我。再见，喺香港，太太先生，拜拜。